原标题写放军不杀俘虏，但对于这位国军中将被俘后立即枪决解放军向来是不杀俘虏的，这一条规定许多国民当将的也都知道。也正因为此，在解放战争时，不少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通电起义或者主动投降。然而在国共内战期间，有一位国军中将被俘后却被立即执行枪决，他是谁？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？谢文东1887年出生于辽宁省宽甸县，满族人，四岁时候入私塾读书，16岁时开始掌管家业，后因与人有土地纠纷逃到了到凤城县暂避。1925年全家又从凤城县来到了依兰县土龙山。由于谢文东家人口众多，劳动力强，很快成为土龙山的地主，成为一名富户。土匪1931年918事变之后，日本人开始侵占东三省，不久之后日军就占领了依兰县，并且下令要强制收缴农民的地照和强制谢文东拒不上交，并且组织当地农民组成武装抗日部队，这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强烈不满。日军很快派关东军第十师团63连队长范仲朝吴大佐带领100多人前来剿灭谢文东，结果被谢文东打了一个伏击战，当场击毙范仲大佐、铃木少尉和俘虏了伪警察局大队长盖文义。谢文东至此，谢文东成为了东北人民心中的抗日英雄。然而谁也想到1939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，谢文东因被日军包围直接投降了日本，并且亲自到日本面见了裕仁天皇，无耻地向日本政府表示反省，跪在所谓忠魂碑前忏悔谢罪。从此谢文东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忠实奴才。谢文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谢文东眼看日本人不行了，便打出国民党的旗号，摇身一变成为了第五战区中央先遣军第三军军长，开始充当国民党残杀百姓的刽子手。此时共产党方面派人规劝他不要继续为虎作伥，但是被谢文东拒绝了。1946年谢文东被国民党任命为河江省保安军第二集团军中将司令官，继续与共产党作对。谢文东到了1946年秋天时，解放军359旅开始围剿谢文东的部队，结果谢文东大败，没有了落脚之地，企图窜到牡丹江逃往长春。1946年11月20日，谢文东带领几个人逃到四道河子，是芜湖嘴子之间的一个小山神庙时，被359旅八团五连副连长李玉清和二排长刘淑妍所率队伍活捉。由于他罪恶滔天，在经过公审之后便被立即执行了抢劫，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